家上午、中午、晚上好。今天来拆五包离析包。先拆一包，我主要是想要 MR 卡。嘿嘿，你从来没拆到过。熊小二又来看我笑话了，用剪刀是不是很温柔？温柔？嘿嘿，笑死俺了。你就看着吧。完蛋，看起来应该没有 MR。果然第一包无事发生，赶紧再拆一包。蓝小瑶，你要加油啊。知道了，熊二，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，为什么还有两张倒放的？俺也不知道啊。看看有谁。 SR。 No， 你又没拆到。你能不能闭嘴？这三包我要一起看。你觉得你能拆到吗？哼，烦死了，我能不能拆到都不管你的事。拜托，来一张 MR， 我要让熊二那个家伙不要再来烦我了。怎么这么多号卡？快来MR 啊 ，SSR 萝莉，蓝小羊，你拆到了没有？你别看，快了，完了，没有，赶紧拆和星宇包。蓝小羊，你怎么开始拆别的了？你说的 MR 卡呢？给我看看。哼，我已经不喜欢 MR 卡了，因为我有 Velgia 了，我要给它装起来。沃格是不是比 MR 还好？是 LGR， 你都不会分开读。四代补充包，这个能开出什么啊？ LGR， 哎呀， CR 等等，多得很。哇，蓝小羊，你知道的可真多。我是个天才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没有我喜欢的，剩下三包一起看。透明卡先挑出来，SSR 水王子，我有好多张了。那你可以送给我吗？看我心情吧。我给你讲笑话听。有一个爸爸问儿子，你干嘛喝这么多水呀？儿子说，爸爸，我刚才吃了个苹果。爸爸说，可这跟喝水有什么关系？儿子又说，因为刚才我忘记洗苹果了。一点都不好笑，不信你问问大家。我要送给熊小二吗？要的，要的。